四名伟官尽在其望。这是宁波建成1200年以来唯一留存至今的古城楼，巍然屹立，阅尽江南烟雨诗画。这是宁波老城李治纵轴线的核心节点，前街后府的古城格局历经千年依稀可见。王安石作新刻漏名，曾巩、吴前主政四名，宋高宗躲避金兵，这些鲜活的故事至今仍在百姓中口口相传。这是一座古今相应、中西合璧的独特建筑，西式钟楼、中式鼓楼圆融一体，显现着海国宁波开放包容、海纳百川的文化气象。